请咱蔡总理来甲咱讲做一个民政府的干部吼，应该注意什么代志，啊，要来看人吼，这是一个专门。啊，郑老师，啊，咱各位律师，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。非常欢喜，今日咱看正是咱的同心啦吼，同心要来为大家打拼的这些好朋友，吼，好兄弟、好姊妹，大家伫这个所在来拍心。我唔敢讲我来干苦，因为这种一款这个过去点点滴滴的生活的经验啊，甲累积。做这篇简单来讲，咱的干部的角色、条件、责任，甲可能将来面对的调整的问题。啊，干部角色，我即内底有讲吼，王正强吼，王正强是啊，第二是吼，我讲第一点就讲，将来咱的建国这个法律建国会。的会员，或者是将来变作咱的民政府的干部的人，吼、哦，拢是各级政府相关单位的领导者，爱负责协调啦，各方面啦，协调的工作无简单。我讲一个简单故事，我咧做财政局长时，为着一年多要增加偌济收入，要伫做一方面做一个开销时。特别是收入这部分是我足大的责任嘛。我伫在编预算之前，就开始甲相关单位，哦，那是警察局伊的罚单来开发这个罚单，哦，开发这个发出这个罚单的时阵，啊是公务局咧开罚单，你讲违建吼，啊是讲这点农业局，啊是这个咱的建设局，哦。这方面的拢爱去协调，去估计，来想你会当收偌济。啊，一般来讲，行政单位讲，我来当减轻我的责任是较好，所以拢真保守，甚至于罚单开出去，叫迄款的受罚者，哦，一开就两三百万，紧逃走，因为你逃走了，我你若拢无收到我的罚单的时阵啊。两年后、三年后，你就消灭这个时候，就免这个罚钱啊。有到这个程度，所以管这个收入啊，除了税以外，的收入拢足有限的啦。啊，我就爱去甲警察局长啦、小干部局长啦，吼、哦、相关单位才有责任去交换意见。拜托伊讲，一定爱执行好势。吼、哦，啊，执行中间，伊嘛会带动呢，大家拢想。行一事，多一事不如行一事啊！我著组成一个，这个非税方面的这个有关的收入的，一个每一个月检讨会，啊，相关单位爱派人派代表来参加，然后做检讨。哦，你若减这个收入比顶个月较减少，比去年顶个月较减少5%，还是增加5%，拢爱提出理由来检讨。一直接，一直堆，一直接，一直堆。我一年内底会当收加收几落亿，来行这个县政府的负责，就是预算无啊。你讲预算，假如讲这个警察局一年罚单开出去，收入罚金是5亿来讲，我这一堆一堆的钱吼，会当增加到6亿、7亿甚至8亿安尼，会算安尼。啊，就预算外，咱来增加一个收入，会当来行负责。啊，这块就要去协调。哦，啊，这协调不是讲坐到办公室啦，你都要打出去，去跟人沟通，去跟人压力，去跟人拜托。所以这个协调各方哦，是唔是简单的代志？我是属于讲稍微有一点困难哦。一个所在，你有条啥爱退一步想哦，我都讲永远就永远讲，你讲爱增加100%，也是讲200%，这是无可能。啊，渐渐个增加呢，渐渐个可以有这压力哦，这是这个协调的。这个问题啦，啊，然后就是讲做上下的沟通，你本来要较平等，因为推行你的政策，推行你作风的做法的时阵哦，要较平等做真大个沟通。
啊嘛，都爱甲下面的单位做沟通，下面单位一定爱甲伊支援做你的工作，吼、哦，前线咧推动这个工作是，一定爱你给伊个支持。啊，面顶若无支持，你只要做甲一半，面上反应，吼、哦，有人这个会去反应，投诉啦，去抗议啦，去安怎做安怎。啊，若面顶若无法度甲你支持的时，这个政策就做袂落。所以是上下沟通嘛，足重要。啊，当然啦，主管的调配是大家拢了解。做一个单位主管，吼、哦，伊一定有伊个行政权。这个行政权伫手顶内底啊，就会当做足一咱主管的配置。啊，所以主管的配置，你一定爱做啊，互大家拢真满意。做啊，大家拢真满意是自然啦、啊。你推动这个行，这个工作啊，就会足顺利。啊，假使你若有偏私，无某一个人、某几个人对你有意见的时，啊，就全传话。这个话拢传出来了的时候，你要推动这个工作就足困难。我前一任做财政局长的人哦，迄个我姓蔡，吼，伊是好米人。伊伫遐做几十档的这个局长哦，结果部甲内底分派的时哦，伊资源分配都无平均啊。哦，甲伊啉酒食饭的，吼、哦，伊就会较济这个好康。哦，偏偏有迄、這个，阮有储税罚款奖金啦。就是讲，阮若去要求督促这个税管处去增加这个税收的时阵，去增加这个罚款的收入的时，有百分之偌济，百分之一趴先还是两趴先，这个物件吼，做变作阮财政局的这个福利金嘛。福利金若即个八十万的时，就分配一届。啊，分配中间的时呐，进行这个啊，咱的迄个蔡局长。甲伊饮酒食饭的人，就分配足悬的，也多。啊，若无甲伊做伙饮酒食饭的，就分配足少的。所以差足侪，有人是五万、七万，有人是一千、两千安尼，差遮侪。偏偏伫办公室做阿袂，我其实需要改，吼、哦，上悬的当两万五，啊，一千、两千调到一万五千，这个差别，吼、哦，变作讲大家较平均、较公平安尼，吼、哦。安尼先，这个整个数据。管理啦，啊！现在做工会中间，咱伫调派人员的时候嘛，要足注意，啥物人爱适才适用，吼、哦！我起的时就来有去三个月，我做观察。起的时，我嘛是真外行啊，但是我每次中昼食饭的时，一定买两个便当，我食便当，然后叫一个我的这个财政局的内底考官来教我做，教我做伙食饭。然后，即做一只朋友，一点半钟的时间，会当去了解到底伊对这个局过去的状况安怎，啊，每一个人的，伊对每一个人的看法安怎，安尼我都真了解讲，即内底什么人是对方面是有，吼、哦，真特长，有专长，袂歹，啊，对一个人吼、哦、有歹看歹习惯，中昼去啉酒，吼、哦，暗时也去啉酒，啊，类似安尼，啊，都对这个人做一真了解的时吼。哦我就开始甲调整迄个伊的迄个职务啊，三个月我就甲调整职务。调整职务的时候，我讲，我就甲要求讲，每一个人伫年度结束的时候，拢爱写伊的工作报告啊，哦，工作报告。啊，这个工作报告，我要考，要回考一个时，要较拍一个假定啊，一定的时，我是根据你的工作报告，哦。啊，你整个书记就迄个办公室，大家拢啊，因闲的时伊就爱去。收集伊关于这个工作报告的资料，甚至伊还进一步有研究的迄个精神，甲研究的这个迄个内容伫内底。啊，所以我的这个事情就开始蒸蒸日上。当然啦、啊，这个我是较主动式的管理，我到六点吼我就出门啊，六点我就对大家出门，啊，然后到六点半我就到楼顶，吼、哦，到楼顶就是咱的 KPI 哦，啊，七点。七点半我就到大园啊，八点半我就到观音，九点半我就到这个市区啊。啊，若无代志，我就搁斜对杨梅，吼、哦、啊，斜对这个龙潭甲大溪，啊，再对鼓山这边遮，是对这个八德遮转来观景。啊，若有代志，我就甲市区，我就上高速公路，我就甲杨梅高速公路，我就转来办公室办开会，也是参加这个点点点安尼。啊！我才到每一个所在时，我就去看啥呢？看公所，无人捌我，我去问东问西，吼、哦。
啊，看去公所去办代志，遐一般的农民也是，一般的这个市民啊，对公所的观点啊，也是看农会，也是看学校。去学校去问学生，啊，学会先哦，问这学生讲，啊，这老师有满意无？对，这学校有满意无？无。啊，若无学生来咧上课，啊，我问家长。啊，若有问题，我就去找校长。哦，啊，你是主动说关系，啊，这若较有问题，甲我的相关的公，我的迄个财政有关的，财政都有关的，我就打电话来你讲，某些人你吼会记哩，我这是做一个所在，你当时爱来看这个现场，到底你这个所在有这问题，你是安怎要来解决？哦，啊，甚至必要时，我着带我相关的人去现场看，去现场看，安尼时吼，每一个人拢讲，哦，伊这做这工作足有意义。啊，过去吼，局长拢无鼓励人出门去看，啊，拢一个办公室办公，所以看到拢毋是真诶。哦，所以就是讲管理上吼，就行政管理一定爱改变，就是讲一个办公室会当做代志。所以我要离开这个财政局诶时阵，我的秘书啊，准备两包的卫生纸，讲伊那着准备遐济，用听讲大家练目屎，讲别乱落。我到时吼，我会真欢喜，欢喜离开。啊，我希望每一个拢免遐哭，吼，因大家讲舍不得我离开就对了。甚至别个单位的人嘛，甲我讲，局长你而且是我的领导者，吼、哦。所以就讲，咱做一个行政官僚，做一个一个政府的官员来讲。一定是爱积极来进行这项工作，不断爱鼓励咱的员工，鼓励咱的相关的这个公务人员啊，哎，迄个来有一个正面的思考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伫这个方面吼、哦，我是讲简单来甲大家讲一寡我的看法，讲咱的条件是安怎，啊，恁着能力要安怎培养出来。条件有两种，一个是先天条件，即本来还有一个 B 吼，后天条件，结果无创好势吼。先天条件是讲做一个即个咱的TCC 的官员，也是讲议员啦吼，参议员啥吼，一定咱来要求讲，伊是一个政治诚实的人，吼，政治诚实非常重要。我的囡仔对于小学的时开始会讲白贼话，啊，我本来拢唔知。啊，阮太太知影，你甲我讲，我就甲拍。哦，我用迄款电长藤条的，叫伊吼、哦、拍到这个文藤顶，我怎啊甲拍伊屁，拍无，拍啊足疼。伊想我从来拢真恶劣，啊，毋捌甲拍过咧。哦，啊，我讲是安尼甲你拍，因为你若是拢讲白贼话，你出社会时吼、哦，你有交无好朋友，拢交了阿三姑的朋友，结果你就。一世人，你着我都有成就，吼、哦！连续甲拍五届，过来都唔敢讲白话，吼、哦！政治诚实非常重要，因为咱在家靠爸母，出外拢靠朋友。朋友中间啊，咱这个社会受了中国文化影响啊。中国文化是，徐老师讲哦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杂草，吼、哦！所以受这个中国文化，这个世界文化杂草的影响啊。咱台湾人渐渐煞变作讲，我都互相信赖。但是几年来，我都互相信赖。我记我细汉的时，你讲一就是一，讲两就是两。啊，咱来咱大汉的时候，伫社会你行大时，政治新闻拢讲白贼话时，变作真侪人拢对你讲白贼话，我都信赖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咧甲人交朋友是足重要。变啊，看这人会信赖袂信赖，看感情，看感情。感情的，你目睭莫啰啰，目睭莫安尼袂清，目睭爱清，乌白爱分明，吼、哦，啊，看起来敢讲安尼真和蔼可亲，你看得起啊？啊，这款人较好做伙。啊，你若眼带凶光，哦，这有的人是眼带凶光，啊，三角眼，这个人就比较不好交，哦，所以看感情，政治诚实就爱看感情，过来就是爱聪明才智。聪明才智爱看你的头壳，后边看，头前安看，看头壳有好无？哦，这头壳好歹差足济啦吼。头壳就是安尼，甲看起来这个爱硬的，这个额头这个爱硬的，额如鸡卵，那像咱鸡卵安尼小啊硬硬安尼，啊鼓起来，
卖纳鞋，卖花线吼。即款诶人吼，就是讲伊若头壳若较饱满吼，后真酷后讲，即款人就是讲伊诶脑细胞诶容量较大，会较聪明吼，记忆力也好，分析能力也好，判断能力也好，理解能力也好，气化能力嘛较好。哦，所以你看有成就的人，普通拢是，哦，就是头角峥嵘啊，咱汉文讲头角峥嵘，就讲前凸后凸安尼吼，即款人较聪明。但是有诶是前凸后无凸，前凸后无凸的人是朴素无毋对，聪明无毋对，但是伊诶成就比后凸的人较无。哦，我捌望过头，同个头壳。后边吼是浮花不平，吼、哦、有官有低有落落，即款人唔好，即款人吼、哦、个性较歹，啊较容易甲人有冲突，啊甚至会犯罪，会犯罪吼、哦，较鲁莽对不对？较鲁莽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咱的条件吼，干部的条件上好是，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是有聪明才才智啦吼，有伊特别啦。有迄个特点啦。第三个条件是讲，咱情绪较稳定的哦，情绪要稳定。啊，情绪稳定哦，大部分是爱看伊目睭，哦，是单眼皮的人，还是内双的，拢相对上较情绪稳定。啊，若双眼皮的人就较无遐稳定安尼吼，即都爱靠后天的即、這个。家己的这个学习，还是讲家己的控制安尼，哦，啊，然后这个五官看起来吼，运动爱开阔，哦，像咱秘书长安尼，运动足开阔，运动开阔一载就普通啊，有两载，甚至我看过三载，这运动，运动爱平整、光亮、开阔，这款人胸肌都阔。袂去计较小代，啊，若是慢慢去念做伙吼，即较会计较小代志，吼，较会安尼情绪较不稳定，即有差别。即款的物件，政治甲诚实、聪明甲才智，即个物件甲情绪稳定，拢是先天的，先天得来，吼，遗传。所以咱若讲后摆，当然咱即摆话拢计错了。后摆来讲，要娶媳妇、要嫁查囝、要选的对象，上好是爱看这个呢，耳仔爱大，鼻孔吼，耳仔爱爱稍微较长的，卖耳仔爱较大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印堂爱开阔，啊，额头卖伤低，标准的额头是爱三寸，四寸伤宽，两寸伤低，两寸额头若较无宽的人吼，会较辛苦。哦，会较劳碌。啊，若是较开阔的人，当然是真聪明啦。但是聪明较外露，外露，外露，哦，较无迄尼啊，讲咱像较隐含在内，较外露，外露安尼。哦，这物件拢是遗传来，遗传来，这是由不得人。要生一个像阿扁安尼，有迄聪明才智，可以当做皇帝吼，做我中华民国皇帝吼。也是连续三代拢，迄个遗传的因子拢足优秀，吼，拢足好照他安尼，对袂像，吼，你像李登辉啊，变个即款个人，吼，拢是安尼来，吼，因为迄拢迄个先天的情形拢袂歹，就讲伊个眼神也好，吼，啊，即个，可惜啦，你讲阿扁个困难哦，咱当然个，即个课毋是要讲阿扁个困难。阿扁的困境吼，伊当然有受真大的限制啦吼。啊，伊家己虽然讲足聪明，但是对政治的局看袂清楚，对政治的局看袂清楚。我二十七八岁时，我著读足济册吼，我来足爱看啥物《自由中国》啦，哦，《文星》杂志啦，啊，看了外省人咧批蒋介石，较早期有自由派吼。自由主义者足济嘛，阮读高中时代、读大学时代，就是迄尹海光因遐迄群人啊，李敖迄群人一直伫骂国民党诶时阵，咱本土诶人吼，然后咧主义者就知讲哇，
一定是蒋介石蒋家政权，蒋介石集团毋是好物件嘛，毋是好人嘛。所以迄个时代，我就足觉醒，讲国民党毋是好物件。那无伊去，中国人甲赶到台湾来，吼、哦。所以我迄阵就开始对国民党非常反感，啊，就看袂做。特别是当然，即生活、生活环境造成也有啦，因为吼，阮兜一个，或者人讲，土豪劣绅啦，阮兜的边啊，吼、哦，一户大户啦吼，土豪劣绅。啊，因咧老是，因咧老大无住伫遐，老大搬出去，因老是吼，吼、哦，聊聊都恶一点。做船长，共同任命的，吼、哦，迄当阵早期哪有啥物选举无选举，吼、哦，做船长做足久，啊，先政府是最，我是最啦，政治拢因换换，写三四十单，啊，了了都 OK 啦，对阮船民吼拢无好感受，啊，你阮老爸，阮计计定啊，为了一条巷仔路，因讲因下，啊，阮老爸嘛唔敢讲阮下，但你拢无去测量，啊，然后有发生争执，啊，因为阮是。下面区，因是面顶区，啊，因咧即摆若落大雨的时吼，因水吼，因若讲顺这路流落来，阮的田，阮的地我都袂倒去。伊毋是伊即摆计啊开沟，吼、哦，一沟安尼水冲的时阵，规片的地我拢全倒翘翘，啊遐地我都拢无效。啊，阮老爸啊，捌计啊讲，捌计啊离婚哦。哦，我家己倒离倒水中拍呢，吼、哦，因外来兄弟来离倒水中拍呢吼，啊。不三时，都国民党的什么警察啦、公所的人、农会的人，伫因家饮酒吼，大细声，啊，阮隔壁就吵规暗安尼，吼，啊，阮嘛无能为力啊，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哎，国民党就是拢找这款的人，唔捌读过书，唔捌字呢，甲你名都袂晓写，这款人做船长安尼吼，啊，咱哪路换哩安尼吼，啊，我就印象足歹，啊，佫大汉的时，佫看一寡有关伫骂国民党的事情。我就足了解，讲即个共党是好物件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即个情形吼，阿扁也无了解，伊无了解讲，因为共党是好物件，咱过去有统计的时候，更加爱了解共党，所以我也看足侪物件，看足侪有关共党的册啊文章，啊去美国读册时吼，看足侪其他看袂到的，什么金陵春梦啦。宋氏，宋氏王朝啦，吼、哦，即款的册是吼，会较了解讲，国民党伊是会使咧讲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拢伫手中，吼、哦，啊特别是司法，伊用手司法做手段，来凌治咱台湾人有意见、思想概无共款，吼、哦，啊台甲国拢甲你做，啊然后用。上面用压力互你，上面佫甲你利诱，用好康的甲你引诱。哦，你若对我行，我就互你好康；你若无对我行，我就互你歹康啊。类似安尼是，人是拢肉做的嘛。啊，你怎啊渐渐，陷入伊个迄个空套内底啊，圈套内底，伊陷阱内底，怎啊拢袂记家己是甚物人？哦，所以就是讲，咱这个社会吼，变作讲真歹的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后天的条件，应该伫面顶写后天的条件，就要写伫边啊吼。要有正向能量，不管形势好坏，拢会当保持咱的迄个向上发展的这个乐观的活力，这足重要，这条足重要，这正向能量是非常重要的物件。哦，不管咱形势好坏，咱即摆这个林平生也是发你几个话主张。现出时代，伫台湾无行真好，但你了爱坚持，吼、哦、爱保持向前向上发展的这个乐观的这个话咧，爱乐观，吼、哦，唔能悲观。当然，咱闽南面讲伫向前行的路中，有一挂动心，伊甲我讲，哎呦，这困难无我全转向去做吧，这个也有可能，嘛是有可能。但是咱若是做是干部的人啊，一定爱有这个。向前向上的这个正向的能量，正向的能力，哎，啊，没关系。过来就是要有建立这个部署的这个能力，吼、哦，适当的释放正向的能力，给咱的部署，我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有正向的思考，吼、
努力来乐观来进行咱的工作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讲爱保持这个锐气，我台台湾的锐气，毋知要安怎讲，吼、哦。就是讲爱有真强的这个气势，魄力对啦，魄力，哎，到这魄力，莫想东想西，模棱两可，安尼也好，安尼好。你若安尼也好，安尼也好，变好好先生，好好先生从来毋捌做过好代志，吼、哦，毋捌做过大代志，吼、哦。就是讲，莫投机吼，出巧，爱有自信，爱有家己爱有自信，吼、哦，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，安、啊、尼就是这个，咱有这个魄力的作风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爱有这执行能力，爱有行动积极，啊，锲而不舍兼一个金啦，吼，啊，锲而不舍把代志做好，一件代志若决定要做，未决定以前爱三思了，若感觉这可行会当做的。就认真去执行，吼、哦！啊，执行中间当然有问题时，爱做调整，爱做调整。啊，做调整中间一定是爱去征询足侪讯息，征询咱个意见啊，吼、哦，专家个意见。啊，过来就是热情，做啥物代志若无热情，做袂成功。所以咱投入这个人民政府个工作个时阵，咱希望每一个人拢爱保持适当个这热情。啊，然后爱有信念，爱用心，唔惊老火老干，哦，唔惊老火老干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把代志做好，哦，这是后天的条件。这里这几点，正向的能量，哦，叫做互相保持这个水气，哦，啊，有执行力甲行动的积极的这个做法，甲热情，拢是训练出来。咱办训练班，嘛一再用啥？用精神奖励，哦，来激励大家，激励大家，会当向前、向上、向前安尼，吼、哦，产生这个咱正常的这个能力。另外就讲，有自信的人才会当保持这个魄力，有魄力吼，锐气，啊，才有执行力，吼、哦。因为咱伫执行工作时，一定难免会拄到困难。像咱即个咧，甲美国做沟通，咱要求人也会使。嘛，我都讲马上伊就甲咱答应顺咱的意思，哦，天下事你讲十有八九拢是困难的，每一个人同款，十有八九都不顺利，无顺利中间你袂使讲因为安尼你就是消极，哦，更加爱转过来头，转去念头讲，咱来积极来面对这个困难，卖讲安尼逃避现实，躲避这个现实的问题。另外讲，自信来自广阔的。啊，甲深入的知识，爱看表象，伊内底透视伊的本质，足侪现象，哦，拢是表象。啊，但咱看伊的本质是啥物，爱看清这个本质。所以，做一个干部，爱有这个能力看出这个本质。哦，你讲看咱即摆咧选举这个物件，那是表象，但本质是啥？本质是透过中华民国来咧提好康的，足侪人是。因为做中华民国官有足侪好康的工作嘛，我无做局长，我毋知哦，那遐好呢？无做官毋知讲做官的好处。首先，有一台车，我驶的车拢当公的车，啊，叫我迄台公用车是一台袂歹的迄个社会路，新的社会路，哦。啊，我未入去做局长，人就讲，恁咧局长进前迄吼，有侪有钱吼。我入去做局长之前吼，1991、1992、1994，连续三四冬吼，桃园县的税收超增，哦，土地征税超增将近100亿。啊，当有一个是1994、1995的时吼，我迄局长就变一台足新的迄款的社会咯，哦，啊，人讲三千 CC 哦，我毋捌坐过三千 CC。我有来坐看卖，也是2400CC，但看下是足水的车。啊，嘛毋是免我，嘛免我使配属一个司机呢。哦，啊，所以我走到往西会当用公务车。第二讲我私人呢，哦，下班了，若讲一时啊上班的时间，走到往西，啊，若拜六礼拜时阵休本日，若是公务嘛是用我迄台车走到往西，哦，是足方便的。啊，然后我同你讲，迄租税罚款奖金啊。我本身就提偌济呢，80万内底，我就提偌济，我甲你着
馆长摕10%，我大概是7.5%，我是当初叫我摕7.5%，我家己摕了歹势，安怎讲？两三个月就积80万，两三个月就积80万，因为迄阵开始税收咧较减少啊吼，啊这个预算拢不足，哦啊就对，这个税管处一直钱一直钱，你着爱查税查看，都要有偷税漏税无吼，偷税漏税，啊来抓着是拢罚，罚看是就积两三个月，积80万两三个月积80万，一年分四届，若80万，我分7.5%就6万安尼。六万四届的时候，我就分入4万，一个月都加2万块。啊，我薪水才7万2千块，7万2千五。啊，都这两万来都来补我的损失，因为我伫研究时，我的薪水就9万外。啊，我搁写稿啦、演讲啦，话无一个月超过9万。我一个月10几万，结果遐也剩7万外。啊，忽然吼，煞生活就较困难啦。啊，拄有迄个租税、迄个罚款的奖金，我一个月就加2万吼，安尼来弥补吼。啊，像这呢，以外嘛还有足侪好康的呢。你讲人拢有这个虚荣心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出门的时候，人服务台那里到底有人叫你局长呢？吼、哦。啊，是像讲出去咧开会啥话话吼，伫这个就特别是去。省政府啦，是中央政府开会时哦，毋是干呐开会尔。阮去的时，开会以外，要有哪食饭啦，吼、哦，啊有诶无？我毋捌参加第二摊以上，食饭饱我就走。啊，若讲有诶人吼、哦，第二摊、第三摊，吼、哦，嘛拢免家己开钱啊。吼、哦，迄拢是额外诶迄个所得就对啦吼、哦。不过咱若是讲，咱若看出讲。就是中华民国官员，迄是我清清白白无提半线。有一个议员在找我讲，局长，有一个建案吼，一个无钱刷刷停住，这个建案欠2亿，你会当甲阮斗帮忙吼，甲银行找贷款，吼、哦，找2亿。我好啊，我银行拢足熟个，因为我做局长个时，每一个银行我拢爱去拜访，啊！以前我来甲你敲电话咧，迄议员讲啥？我叫你，啊是脑神哦，你敲电脑神哦，400万。我无啥啦，你若甲我讲400万，我袂来敲电话。我甲你帮忙有成，你甲我买10粒水果来，我就满意。我毋是靠你食饭诶。你若要甲讲遮，你甲离开我办公室。安尼讲，我无爱接受伊的这个好礼。我若要接受好礼，后摆我这个屁就叫更难走。我着我有自主性，我着我按照我的理想来做这个财务管理。因为伊遐个别个议员讲，这个局长嘛，甲前迄个局长同款。前迄个局长就是安尼，才会落台，才会犯罪判无当。啊，这毋是干呐？通关了尔，整个台湾拢同款啦。所以就是少年唔知讲，哦，我看咧考一个高考，考一个去做公务员，但是伊伫足无少不经事，无经验的时，就已经去往边啊卷咧。我足清楚讲，这人就是安尼作风，国民党作风，中华民国的作风就是安尼。我讲你若甲我讲钱，我袂甲你敲电话。哦，好，我卖讲钱，哦，我来有闲，我来买一两斤水果来。安尼，我同伊个敲电话。不过呢，就是讲，中央民国官，因为足侪代志拢爱去关说，只要你关说有成，是抽成的。2亿，摕400万，是不是2%？对。所以我之前迄组长就是安尼舞来舞去，才会互告告到判无当，吼。所以咱若做一官，绝对袂使想要摕迄个额外的好处，非法的物件拢莫去叮当，莫去想。吼、哦，我若真正要甲伊同款，我嘛无得徛伫即个所在讲到遮大声。吼、哦，咱就清清平平落来。顶礼拜，
台联党主席吴坤辉请几个学者食饭，有一个林向海是我学生。伊食饭中间，伊讲，我叫你卖啥呢？卖小股，有七个案，伊做高雄市政府的局长，财政局长落来，有七个案，原先都过七单也未解决。谢中廷落台了嘛，十几案是原先过七单嘛也未解决。你卖因头只七个案的时，常常嘛要去法院，去做走一个高雄的法院，啊，拢也未判决。啊，这就是一定甲人三八三七。碍着这个物件，我落来，我离开县政府时，甲当无半个案来找我。但我知影，阮县政府一个长官，甲即阵十档啊，要咧过过过来案过袂煞。中华民国即个政府官员就是安尼，伊足侪法令规章是无清无楚的，何里会当有一个调整的空间？你会当家己自由行政去做你的裁决。但即个你若是要徛工徛房足侪案。他互你徛工徛房，互你犯罪，互你有罪，互你爱坐坐监安尼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这就是中华民国统治的这个本质啦。因为伊是帮派帮会啊，你甲伊无共款，你做伊官甲伊无共款，你就是徛工徛房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吼都要清清白白，你若无要清清白白，一定是爱坐监的吼、哦。就是讲，咱咧爱看面看问题，爱看表象里面的本质，吼、哦，卖去用表象来所骗去。这是第一样，第二样，呀，唔通去学迄个表象，把你迷惑去，吼、哦，爱有这个能力，你才会看清。我讲阿扁的本身，伊对中华民国的迄个本质无甲了解，吼、哦，对这个国民党的统治本质，唔是讲足了解。伊若足了解，一定是未去把迄个钱。所以咱感觉真可惜。因为我对李登辉对四十大，伊咧做状况中间，我进出总统府足频繁啦，所以伊内底工作人员，李登辉底下一只忠心耿耿的干部，甲我拢有联络。伊若拄着一寡甲国民党斗争的较棘手的问题，甲你人手无够时，会找我遮来，我会甲斗相共。所以我一直足侪消息啊，变个时代。因为国安会内底也有李登辉的人嘛。啊！你伫遐时骂时吼，因拢足知阿扁在创啥，伊甲阿李登辉讲，啊，所以我就知影讲阿扁的迄个时代是2005年、2006年，都已经有真大传闻啦，足侪案，吼、哦，二次政改足侪大案，拢是真严重的错误，吼、哦，迄是造成伊个后来伊真麻烦的问题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看干部的责任。干部之前就是有积极的甲消极的，做一个政府的官员，积极上就是讲爱动用咱的人才，重用人才，啊嘛去发掘人才，人才是非常重要的。进前去年的时候，我去国金弄遐济，因开会嘛叫我去，啊开会了的时吼，啊，因就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嘛吼，叫做台湾民主。联盟，台湾民族联盟啊！伫杨东杰头先，郑老师讲的杨东杰遐，郭金龙伫遐，啊，我咧甲伊讲起李登辉的代志，讲啊，啊，我的李老师就老甲你啊，因为我当初遐你甲伊见面，啊，伊嘛足怨叹的，讲伊要怨叹啥物？啊，我迄阵咧做伊助理的时，甲伊斗拍电啊，十几档，哦，啊，伊就步步高升，伊十档甲斗拍电啊，伊十档步步高升做啊总统。我一贯贯钱都无啊！啊，伊做总统，伊要怨叹啥物？因为怨叹讲，即摆台湾社会乱干呢，啊，拢无人才。讲这样怪伊家己啊！伊做十二年总统，敢有培养台湾人才？拢培养外省的，甲共国民党遐捞金底塞遐台湾人嘛。讲伊遐怪伊家己，即摆才怨叹伊无人才，伊无培养人才啊！伊用遐台联遐董主席，敢有一个成才？拢坐伫办公室咧办代志，拢坐伫办公室咧收捐款一部分拢落去甲底底，即款个人，伊变呾产生人才，伊拢建雄咧用即款人变呾产生人才。伊若真正要用要培养人才，伊毋是对国民党找人出来训练，出来互伊做一个官位，互伊有一个实务个训练啊。伊着爱对非国民党个人找人啊，
即款比啊，别只人才有真正人才，伊拢无啊，无一个是正常手中以外的人啊，伊即款变哪有人才通用？哦，所以咱即款注意，咱咧找人才，咱咪希望讲人才出头，咱人才嘛爱像志兴安尼，相信开阔，所以咱找好土甲迄个印堂甲开阔的吼，相信开阔，然后会去主动去找人才来培养，我不三时就伫个基层咧走。啊！我若看到少年咧读册，甲鼓励，伊在甲鼓励，一定爱有国际观，爱读英文头好，数学头好，读啥拢好。这两项头好，头好以外，读啥物拢好就对啦。哦，拢是人才。哦，啊，特别是我若看讲伊是五官足端正的，加强鼓励，有困难来找我。啊，我敢有钱哦？有困难来找我，我嘛是无钱啊。我是讲，你若真正有困难，我甲你斗想办法，安尼尔尔吼。所以这是咱一级的责任，就是爱去发掘人才吼。下个就是讲，咱上饭桶上饭嘛，做困难的工作做好，沟通协调做好，资源的调配爱公平公正安尼吼，这是责任啦吼。啊，过来咱来看这个干部安的调整吼，就爱适才适用的吼，啊，然后爱训练甲会训练。头先我讲讲李长伟。咱这台湾人，也是讲这本土台湾人，毋是国民党，迄个心，毋是国民党的思考的人，伊拢无勇敢的人，拢无会训练，无会积无会会历练，变成发得出代志。然后伊要用的人，一定是过去伊执政，啊，甲讲政府执政中间有做过部长的无的，做过大官，伊才是够人才啊，废啊，遐人拢奴才，所以偏偏伊就爱用奴才，无要用人才，所以即个才得讲。人才难找的这个感叹哦，啊，咱当时咱将来啦，每一个人伫台湾政府任职了，咱来看伊做了安怎，也是了解伊的个性，也是了解伊的专长，应该适合伫倒一个所在，咱嘛爱甲调整这个职务安尼啦哦，这是较简单的一步，这是将来咱的民政府不管是咱国民也是讲咱这个国际会这个政府哦，拢爱去进行的工作。最后建议就是讲，台湾民政府是一个革命的组织，但是每一个作为、每一个行动，拢是革命性的，拢是革命性的行动。所以咱每一个参与者哦，拢爱这个有革命精神，哦，拢爱革命精神，不贪财，不怕死，唔惊死，意志坚定，为了达成咱远大的目标，爱努力以赴安尼，哦。所以这是我简单讲一个，这个经过咱对咱的干部的角色的条件啦，甲咱的这个职称吼，啊，甲调配吼，人力的调配方面的。这中间我要加强一个部分来甲大家说明。咱头先郑老师甲咱讲，过去即1920年一直到即摆，甲2006年，咱林志坚领导大家去过美国，因为进前这段时间，大家拢会使讲真努力。好像迄个咱这个前进南洋这个好朋友吼，嘛讲啊真对。台独的运动对台湾嘛有贡献吼，啊，所有反对国民党拢有贡献，咱拢爱甲肯定。但是你讲这努力，吼，这努力。是咱做卫生工，也是讲咱过去头先郑老师你咧讲，前后1945年前后这个中间，有30000人留级的学生，有80000人倒来，80000人倒来，我看最近看贾聪明写迄本《黑道治天下》迄本册内底，嘛讲起讲足济人，咱个新生建设研究会吼，贾国成因遐啦吼，啊甲迄个。但是，你啥物名字取得袂起？因一群人，80000人倒来时，拢讲要回归祖国。迄个祖国伫迄种心内，因为迄个时阵蒋介石来时，台湾就变作中华民国啊。因为迄个祖国，伊嘛是用汉民族的思想来想，伊是要回归中华民国，回归中国。伊感觉台湾是互蒋介石占领时，因就认为讲伊啊，台湾已经兴。中华民国向中国安尼，
迄个事故，伊转来，八成人转来，伊就是讲要来回归中国。我安尼甲看这段故事，看这个历史吼，感觉真痛心。因为因伫日本留学时吼，无人去研究国际法，大家拢唔知影，拢唔知影讲台湾了是属日本占领，咱台湾是日本国的国民啦。啊，拢想要回归中国，要变作中国的一部分啦。啊，一直到二八事件发生。才觉醒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就欠啥？欠国际观，欠国际观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干部拢爱培养国际观的这个国际化、国际观的这个知识甲观念。因为我嘛另外看一本书叫《通文通路》，我顶一遍讲嘛，讲《通文通路》。《通文通路》伊讲哦，都爱对国际问题有充分的了解，国际观有充分的了解。然后回过头来看在地要安怎做代志，就讲这个在地要安怎做代志，要发展的时候，爱去配合国际的潮流就对了。哦，郭瑞麟在写一篇李登辉的志业，甲对台湾的贡献，但是我并无讲伫标题讲伊的志业甲贡献，并无讲内底我无甲批评。我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已经写六千字了，哪敢讲伊有犯足侪错误的遐？啊！伊完全是错误，就遐，伊就希望拢无国际观，伊完全是中国观，才会行这条路，代替国民党甲中华民国延续伊的恩惠，对台湾是唔好的，对台湾是负面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是这个国际观就变作非常重要。因为咱若有国际观，才知影讲，咱要安怎配合这个国际观，咱在地采取行动的时，所有行动是爱配合国际潮流啦。所以我比例讲啥？李登辉就那像即摆咧讲暴访将军，迄、那個、德川吉宗啊，哦，伊拍歹到你，伊个剑术足厚个啊，拍歹人，歹到拍到足厉害啊。伊想要改革，但伊改革错误啊。迄、那个时阵已经西方个文化已经入来到日本啊，西方个即个科技嘛入来到日本啊。伊要咧啥？要咧摆拆西方个文化甲迄个艺术科技啊。伊若伫迄个时代，伊就开始日本个改革个时，伊啊日本已经。超强就对了，当然即马足强啦。但是伊当阵，伊若当安尼做时，日本甲台湾就已经不得了了，哦。所以我是用德川吉宗迄个过去的失败来看李登辉失败是完全共款，就是讲并无随国际潮流来，也是讲新的观点一再更新家己过去的错误，一来行出为台湾行出一条新的路。到目前为止，伊还是也咧犯错误。这是咱感觉上可惜的所在，所以咱希望讲各位，咱台湾民政府的这哦，同心同志吼，一定是爱培养家己的国际观，尽量把咱的子孙来好啊来教育，给英文学好。咱这点我阁有一个感慨，我一开始生下拄着一个太太，伊讲伊有两个囡仔，拢咧背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。讲外，唔去外省爱红嘛？中国人来统治台湾时，拢叫恁台湾人爱背唐诗宋词四书五经，但伊囡仔拢无会读遮，拢会读英文。然后上次国外提起博士学位，阿娘阿到学校提起博士，等下就是要统治恁台湾人。所以咱一定爱排斥遮物件，万免去写书法啦，国画我嘛不爱看。我即个较早是捌讲真欣赏书法，甲国画即连看都不爱看，讲起拢落伍的物件。有关汉的东西、中国的东西，拢要给淡掉。咱不但要远离中国，想要是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羁绊，台湾教化都现代化，才会进步。哦，我讲到这，谢谢各位。我推迟。现在呢，请各位呢，这个到一楼餐厅。